话音刚落，一股无比庞大的气息突然升腾而起，那并不是从面前的蓝鹰王身上出现的，而是整片森林。蓝幽幽的光彩从每一株蓝鹰草上悄然冒出，一株蓝鹰草冒起的或许只是一个细小的蓝色光点，但当亿万蓝银草冒出的蓝光凝聚在一起时，那就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唐三立刻就感觉到自己成为了这片海洋的中心，他的身体就像一个巨大的吞噬之口，疯狂地吞噬着外界急速涌来的蓝色海洋。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流从体内最深处升起，在这一刻，唐三既没有感受到庞大能量带来的冲击和压力，也没有感受到体内的膨胀。他惊奇地发现，当体内那股热流涌起的时候，一股极其温柔的气息轻轻地从全身拂过。不知道为什么，感受到这股温柔气息的时候，唐三突然有种想要哭泣的冲动，那似乎是一种相濡以沫的情绪，仿佛自己此时承受的是母亲的爱抚一般。闭上双眼，唐三不愿意让这种感觉流逝，外界的一切让他放弃了感知，甚至也没有再用他那超一流的头脑计算此时的得失，全部心意都放在了那毫无保留又毫无所求的温柔之上。昊天锤继承于父亲，蓝银草继承于母亲，不论那是普通的蓝银草，还是面前那蓝银王所说的蓝银皇，这都是这个世界的母亲给予自己的。唐三知道，那温柔的气息正是母亲留给自己血脉的气息。母爱是天下最无私的爱，以前的唐三从未得到过这种感觉，可现在他得到了。尽管在这个世界他依旧没有母亲，可此时此刻那股浓浓的母爱却弥漫在他心间，内心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融化了。唐三似乎看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刚出生时的一幕，一名有着蓝色长发的绝色女子将自己搂在怀中，一滴晶莹的蓝色眼泪顺着她那柔嫩的面庞滑落，滴在了自己的心口上，缓缓渗入。尽管他感受不到那幅画面中的声音，但他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女子对自己爱的呼唤。妈妈，唐三真的想要大叫，可不论他怎么叫，画面中的女子依旧在慢慢淡化，剩下的只有襁褓中的自己和胸前蔓延的淡淡蓝色。此时真正的唐三站在那里已是泪流满面，他的皮肤表面已经完全变成了晶莹的蓝色，无数蓝银草从他身上冒出盘绕，那些蓝银草也是出奇的晶莹，蓝色液体顺着蓝银王的眼中滑落。人或许会认错人，但他却绝不会认错，眼前这个男孩正是皇族后裔，当年的蓝银帝后之子。伟大的王，愿您在天之灵安息吧。庞大的蓝光奔涌而入，唐三的身体完全沉浸在一种极其柔和的海洋内，轻轻飘荡，没有任何痛苦，有的只是那温柔抚摸他心灵的气息。一个接一个魂环出现了，第一个曼陀罗蛇，第二魂环鬼藤，第三个魂环人面魔蛛，第四魂环地穴魔蛛，黄、紫、紫、黑四个魂环悄然浮现后
没有律动，而是整齐地按照顺序拨列在唐三身上。而那无数庞大的蓝色光点飞快地侵入到这四个魂环之中，给他们每一个都进入了一层蓝色的光晕。与此同时，唐三身体周围的蓝银草开始出现了变化。这并不是外界凝聚的蓝色海洋给予的，而是从唐三自身散发出来的。原本晶莹的蓝银草变得更加通透，渐渐的竟然变成了蓝宝石一般的璀璨透明。在那晶莹的蓝色中央，有一道金色纹理从每一株蓝银草的根部一直蔓延到叶梢。真正的蓝银皇终于觉醒了。刹那间，在唐三身上蔓延而出的蓝金色光芒影响下，空气中的蓝色光芒明显变得更加庞大起来。地面上每一根蓝银草都开始变得晶莹透彻，开始疯狂的生长。就连唐三面前的蓝银王也在他身上释放的那层金色气息影响下变得通透起来，脸上流露着满足的神色。唐三身上的四个魂环都散发出了蓝金色的光泽，很快那蓝金色光芒又重新渗入魂环之中。看上去这四个魂环与以前并没有什么区别，可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是当初蓝银草的四个魂环，而是蓝银王的四个魂环。唐三身上鼓胀的肌肉收缩了几分，整个人看上去更加协调，身材没有改变，但他的一头黑发却渐渐变成了暗蓝色，在那暗蓝色之中还夹杂着淡淡金色的光彩，就像他身边的蓝银草一样。水晶般的长发是那样的绚丽，唐三的身体在这一刻全身属性都在无形提升着，与魂力无关，那完全是武魂觉醒后对他自身的重塑。蓝银草的特性就是坚韧不拔，顽强的生命力。而作为蓝银之皇，此时在唐三身上无疑将这一点完美的展现。此时他身上蓬勃的生命力竟然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连唐三自己也不知道，就在这时候他的身体多出了一个极其恐怖，恐怖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特殊属性，也是蓝银皇者的专属属性。那并不是一个明显能够感觉到的属性，但在唐三的未来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蓝光渐渐地收敛着，唐三的心渐渐苏醒，但他真的不愿意醒过来，因为那抹慈祥的温柔伴随着他的清醒过程也在缓缓逝去。原本的四个魂环一个接一个地隐没在唐三体内，而那无数蓝光也开始急速凝聚，围绕着唐三的身体凝聚，庞大的蓝色汇聚成一个巨大的蓝色光环，围绕着唐三的身体。光环在不断的压缩过程中变小，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深邃。唐三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只是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热流完全奔涌释放，而他眼中流淌的泪水也变得更多更多。终于那所有的蓝光凝聚在他身上，变成了与魂环同样大小的光环，无数叠加的蓝色也终于变成了黑色。翌然那崭新的黑色光环开始围绕着唐三的身体亲切律动，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安静下来。地面上
疯狂生长过的蓝银草至少是以前三倍高，它们身上的晶莹渐渐随着蓝光的消失而熟练，可它们身上释放的生命气息却明显变得更加强烈起来。这就是蓝银黄气息的作用，在蓝银黄气息的影响下，所有蓝银草都得到了质的飞跃。唐三从这里得到了许多许多，但他的蓝银皇者气息也赋予了很多的庇佑。蓝银王轻轻地呼唤着他。一切已经安静下来的唐三缓缓睁开他那双朦胧的泪眼。谢谢您。唐三的声音有些哽住了，他并不是感谢蓝银王帮助自己觉醒了真正的蓝银皇武魂，而是感谢他让自己感受到了母爱的气息。有生以来两个世界，他第一次感受到这令自己无法自拔的慈祥温柔。是我们应该感谢您才对，正是您的出现才唤醒了我们更强大的生机。您现在所获得的魂环是我根据您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凝聚而成。按照人类的说法，您这个魂环大约等同于25000年魂兽所能出现的。它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来源于您自身。它将伴随着您自身承受能力的增强而进化。每当您在您的子民世界中时，他都会自行根据您的身体而变。此时唐三只是勉强记住了蓝银王的话，但他却没有心情去感受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更加不会发现他的原本普通的面容发生了一些细微的改变。可就是这些细微的改变令他看上去比以前英俊百倍。他原本的容貌只是受到父亲血脉的影响，此时他才终于同时承受了父母血脉，现在的他才算是真正的他。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清晰的情绪波动，他没有急着离开，而是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蓝银草。一小丛蓝银草从右手掌心中冒出，晶莹的草叶上没有了鬼藤赋予的倒刺，看上去只是比普通蓝银草粗大一些，可那如同蓝宝石一般的草叶看上去却是那样的漂亮，尤其是其中那一丝金色纹理更是给人一种极其特殊的美感。这并不是蓝银草，而是真正的蓝银皇。蓝银草是废武魂，那么蓝银皇却是绝对的顶级武魂，唯一武魂拥有皇者血脉的唯一武魂。轻轻地抚摸着蓝银皇，唐三似乎感受到了母亲的存在，就那么站在那里，保持着同样的动作。从蓝银皇开始觉醒到结束，一共过去了7天时间。7天后，觉醒仪式完毕，唐三又在蓝银王面前静静地站了3天，然后他才向面前这株已经生存了85000年的蓝银王告别，悄然走出了这片古老的森林。一步迈出森林，唐三看到盘膝坐在那里闭合双目的父亲，感受到了儿子的气息，唐昊缓缓睁开双眼，可当他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的时候，整个人却完全呆住了。唐三从未从父亲脸上看到过这样的表情，那是无限的温柔。嘴唇颤抖着，唐昊痴痴地看着唐三的面庞，两行泪水顺着他那苍老的面庞流淌而下。阿银，轻声的呼唤，唐昊的声音也在颤抖，
整个人似乎都在震颤中站了起来。猛地跨前一步，他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张开双臂，用力地将儿子搂入自己怀中。阿银，阿银，你知道我有多么想你吗？你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唐昊几乎是如泣如诉地哭喊着，唐三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父亲滚烫的泪水滴落一襟。阿银，那应该是母亲的名字吧？不知不觉中，唐三也已泪流满面。父子二人相拥垂泪，谁也没有说话。良久良久，还是唐三率先异常的开口：“爸。”唐昊的身体僵硬了一下，缓缓抬起头，双手抓着唐三的肩膀，怔怔的看着他。爸。唐三又叫了一声，唐昊喃喃的道：“知道吗？你妈妈很美，她真的很美很美，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温柔、善良、美丽，所有用来形容美好的词汇，似乎都是为了她而创造。现在的你，终于有些像她了，我似乎又看到了她在向我招手。”仰头望天，唐昊突然大声呐喊着：“阿银，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他已经长大了，阿银。”父亲强烈的痛苦深深地感染着唐三，唐昊的嘶喊声令周围所有的一切为之颤抖，直到一丝猩红从他嘴角处蔓延出来，仰天怒吼的他就那么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唐三赶忙扶住父亲的身体，大吃一惊，抬手按在唐昊胸前，将一股纯和的玄天功输入父亲体内。玄天功内力输入唐昊体内，唐三立刻发现了不对，父亲体内的经脉竟然有多处纠结在一起，五脏六腑似乎都不在原位，经脉也异常的紊乱。天哪，这要是普通人应该早就死了，唐三的心骤然沉了下去。他从未想到过，在教皇殿前那样强横的父亲竟然身负如此沉重的伤势。这是旧伤，唐昊体内的旧伤是那样的沉重，如果不是唐三的玄天功乃道门正宗内功，他也无法感受到此时唐昊的状态。唐昊身体的危险程度可以用随时崩溃来形容，一个不好立刻就会暴毙而亡。这就是当今天下最强横的封号斗罗之一。唐三感受到了父亲心中的痛苦，这些年父亲承受了多少。深吸口气，唐三毫不犹豫地扶正了父亲的身体，盘膝坐在唐昊背后。玄天功先在体内运转一周，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督脉竟然也已经贯通了，内力循着奇经八脉运转，只是在一个周天似乎就激增了几分。按照魂力来衡量，现在的唐三已经稳稳地站在了53级上，双手如玉，柔和的白色气流从唐三掌心中喷吐而出，猛地贴上了唐昊的背心灵台。温和的玄天功缓缓进入唐昊体内，唐三没有急着帮父亲疗伤，而是先以玄天功内力在唐昊体内盘旋一周，温养着父亲受创多年的沉郁经脉。
玄天功作为道门上乘内功，本身的治疗能力就是极强的，但是唐昊体内的阻力实在太大了。唐昊的魂力是极其霸道的存在，尽管现在不是他自身控制，但那霸道的气息却不断的围绕着体内紊乱的冲撞。唐三的魂力和唐昊相差太远了，此时的他只能小心翼翼的躲避着唐昊的魂力，尽可能的去滋润唐昊体内的经脉。内力在父亲体内运转的时间越长，唐三的心就越往下沉。唐昊的旧伤比他想象中还要严重的太多太多，可以说唐昊能够一直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在垂死挣扎着。在玄天功的滋润下，唐昊缓缓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很多年没有感受过这样的舒适了，睁开朦胧的双眼，唐昊眉头微皱：“小三儿，受力吧，没用的，我没事。”玄天功最后在唐昊体内盘旋一周，唐三缓缓收回了自己的内力，但他的脸色却变得极其凝重。爸爸，你的伤？唐昊淡然道：“没事，这么多年了，我早已习惯了。难道你认为身为封号斗罗的我，还会被这一点小伤击倒吗？”不，爸爸。唐三转到唐昊面前：“您的伤势极为严重，如果再得不到良好的调养，随时都有可能。”有可能什么？唐昊瞪了唐三一眼：“死是吗？死有什么可怕的？死了我也好去陪你妈妈。我的事不用你管，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我的吩咐快速变强。难道你想像我当年那样无法保护自己的爱人吗？”死？唐三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爸爸，你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就别无眷恋了吗？是的，妈妈已经死了，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我，我是你的儿子，如果你死了我怎么办？难道你不想看着我将来娶妻生子，不想看到你的子孙后代了吗？唐昊愣了一下，看着唐三，眼中光芒变得温和了几分。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死不了，况且就算我想治疗又有什么用？我自己的伤自己知道，能够控制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我能治。唐三坚定地注视着父亲。唐昊笑了，带着几分嘲讽的笑：“哪怕是治疗系的封号斗罗，也没将我的伤治好，你能？”唐三正色道：“治疗系魂师的治疗技能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但我的魂力却有治本的能力。”感受着体内的舒适，唐昊皱了皱眉。唐三继续道：“但我现在还不能将你完全治愈，因为我的魂力和您相差太多。当我的魂力达到接近您的程度时，我就有把握把您治好。”唐三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如果让他的玄天功修炼到第九重境界，凭借着道家正宗内功，他确实有治好唐昊的可能。但他没有说的是，就算那时候把唐昊治好了，唐昊的魂力也会因为多年积郁的伤势而大减。唐昊淡淡的道：“这都是以后的事了，以后的事就以后再说吧。”突然唐三扑通一声跪倒在唐昊面前：“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我最讨厌卑躬屈膝的人。”唐昊微怒道。唐三眼中迸发出执着的目光：“
爸爸，我求您答应我一件事，如果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唐昊还从未在儿子身上看到过他这样对自己说话。什么事？唐三沉声道，从现在开始，您绝不能再和人动手，尤其是不能和与您实力相差不多的人动手，否则的话，一旦您体内伤势被引发，就……唐昊不耐烦地挥了下手，那不可能，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怎么能束手束脚？唐三正色道，爸爸，我会尽快地成长起来，尽快变得强大，和您一样强。我是您的儿子，您的事就是我的事，就交给我吧。我希望您能平平安安地活着，看着我结婚，看着您的孙子出生，看到我们的未来。唐昊一把将唐三从地上拽了起来，转身向远处走去。别废话了，跟上我，该是去带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了。爸爸，唐三大喊一声，唐昊猛地回过身，他吃惊地看到通体变成蓝色的八蛛矛正指着唐三自己身上的八处要害。蓝银草进化为蓝银皇，唐三的外附魂骨八蛛矛也随之进化了。此时的八蛛矛只有矛尖位置呈现出紫色，其他地方都和唐三的蓝银草一样晶莹的蓝，只不过在这晶莹的蓝色之内隐隐有红白两色光芒流转。你干什么？唐昊瞳孔收缩了一下。